过来。又杀到家里来了。正常啊，我们也会杀到家里的那一种啊。哎、欸，我讲真的，你是不是国中生啊？一直讲，一直吵，看就真的很烦哎、欸。我们还有在讲话吗？大家聊天室啊，应该是在聊天室那边吧。哦，哎、欸，抽奖。哎、欸，等下为什么还有时间可以在聊天室讲话？有啊，他们当然有时间啊。死掉就有时间了。对啊。后面也是，人要死哦。啊、他这种颜色是我最讨厌，明明会玩的那种，硬说自己玩的不好。喂、哦。No！ 后面听啊，来不及啊！见到慈悲死牵着原子哎、欸！哎呀！拜拜，两个双杀吧，跳了。可是我再排到他们，要先也跳了。但是我只讨厌那个原石。可是他们应该就是五排的一起的。他们的原石太古溜了。不是，好是因为慈悲死还好，对，是慈悲是牵着他，不然他早就死了。我抓不死，慈悲死牵他。要我的话，我是可以抓的死，可是慈悲是没有。你刚刚那个状况，你要抓的慈悲，你要先抓慈悲，再抓原石。你要把这。抓掉，包含你可以直接去堵他们都没。要我抓掉慈悲的话，那我也会先被原，因为慈悲好像是牵他拦截。啊，不是我说你打他打死之后，你去他家门口堵他吗？我都是这样玩，如果有一些太麻烦，就是抓他，因为你是莫伊拉，非常好，一直抓。我音感开很高，他因为室友的关系，所以开很高，会断麦正常。是那个原，说为什么？那个是原石，因为我讨厌你，因为我讨厌全部原石。只要是原石都讨厌。对，只要是原石我都讨厌。没有，你要换个说法。死追的原始被慈悲死牵着的原始跑到聊天室原始没问题，重点是慈悲死牵着他。你们太软弱了，你们这一群死啦。我想说奇怪，怎么风向改变了呢？然后最后变成说我讨厌那个慈悲，没有，最后讲我讨厌殴打，笨 game， 笨 game 不玩的。
爱惜欺负你啊！吃我的脚脚！哎呀，脚你的鞋子臭臭的。瘫痪系统，是欺负啊！不行，我要保护他们。我不想又排到他们。不知道，一切听天由命。不，我看到了。你们好玻璃心哦。我这个就继续打、啊。没有，你们角色也不换位置，就是要这样子一起打、啊。我不玩，不是。What？ 嗯。练脚，练脚，练脚！你们没有坦哦。哎、欸，蛋蛋，蛋蛋不？这个时间，刚刚原始开大有没有玩？应该没问题了。人还蛮多的嘛。嗯，可能是牌的关系，看多少牌，然后就，啊，我们来去欣赏地图。春节放烟火喽！要看春节地图吗？春节地图就只有一个漓江天台而已。不是啊，你不是新场地，然后我这边看到是漓江天台。哎，让小美用冰可以点燃烟火。他，哇，就你可以试试看。他不给加入。我不要加你好友。等一下。我正在加入对战，一直在转圈圈。转圈。可以不用记好友邀请我。排到。啊，我在排到上。还有没有？嗨。啊，不是啊，不是他们。没办法，慈悲开大哥。是被开大跟莫言开大，一定都是被原始砍价的、啊。大家就拒绝就好了啦，讲不听就算了。玩个露西恩，玩个和尚就没问题了、啊。我们这边加好友都只加认识的。啊，他们寄过来就寄过来，就不要理他们，就自己拒绝就好。就先放着吧。对啊，就先放着啊，他们就加不了你了，只是我通知跳出来很烦而已啊。正义必胜这样做就国中生跟高中生会这样做而已啊。唉，主要是不想让他们被他们闹心情不好。嗯，因为那个心情不好啊，啊就只是玩。很气耶，会很气，你知道吗？一直抓不死那个原子。你就想着说，换角就没问题，换角色啊，换而已。天哪，不换啊，天哪就只会那几只啊。练就练啊，就当做练角色啊。玩个和尚就没问题了，为什么叫这样子？和尚不好看啊，对不对？哇，和尚不好看，好看的问题吗？和尚觉得难过，和尚还是有可爱的造型，那个圣诞造型可爱的、啊，那个胡桃剪，所以慈悲台一直被砍啊，越太好看了，大家一直选。我烧杰塔是。哥，哎呀，他回来了！啊，我看到，哇！嗯？紫色怎么了？这个还有点跳，我在。哦，没事，没事，时光了。推一点，你靠北，我还在哦。不是、啊，你还在滑吗？你还在滑，是不是可是队友还没到。好好好好好，你干的不错。继续滑，快滑。干得好！我抓人的角色，我当时躲蓝衣哈特那个锤子就好了、啊。乖乖滑起来。哎，他们那个维生立场。对啊。左边原始。又原始。后面扎利亚，扎利亚，扎利亚。
法利亚去前面，右边来。我能为力，没大，蓝银挂。法利亚弹，蓝银空的。法利亚弹好了。哎呦！我有大了。我只剩我一个宝箱级的。哎，子弹你还活着啊？我刚刚是太早开了。是你有点早开，你就一直在活着啊。这一边跳不过去了。不是，我现在本专一直有人在我开台的时候密我啦，我是跳通知烦死了。这边通知要先关着吗？没救了，没救了。对，那个达利亚哦，打到后面。不灭。而且你被包夹了。等一下先等。莱伤害莱。韩星先滚回来。走吧，好，你们走那边。正中红心，痛！原刺啦，怎么又是原刺？对面是不是有个法老台呀、啊？我才讲两讲那些，马上变小美骗我一干。主席怎么？哎、欸，靠！哎、啊，刚刚炸弹主席去哪了？因为你在这。嗯。欢迎失礼，我要有大了，我到了，我等到打你的大好了，没大，我去讲一下。啊，他为什么会放一张纸？完了完了完了，完了，这边了这边了，解冰了，谢谢各位，哎，我活下来了。哇，偷点，也可以的。他们就跑去找你啊，找你们啊，都不找我啊！哎呀，我要掰了，没啦，不够大了。小美在哪？我怕小美哦。小美右边，左边。我推走了，我推走了。小美在瞄我。我不写了，我不写了，我要走了，我要走了。滑起来，我这边加油，滑起来。有墨鱼了，滑不起来了。有墨鱼，小美怎么可能滑起来啊？加油，要小心，你可以的。没大了，别看我。自己发掉。有墨鱼跟小美。怎么那么难？啊！哦，莫尼跟小美，莫尼小美把你。看来以后繁星开台要先把粉专的那个通知先关掉。没有啊，他分不是，我是开网页，然后左下角会跳一个选项出来。金啊，你那就只能紫色可以抓原石哦，其他三只都抓不掉哦。嗯，你确定不换吗？什么东西？没有啊，天然那只啊，莫伊只剩下可以抓原石了，其他都抓不掉。
哎呀，好定啊！啊，加好友是要干嘛啦？又不会跟你玩，加什么好友啦？不要吵！嗨，刺客你好。嗨。去慢慢当你的刺客。左边，左边来人哦！死光了啦！老巨还在啊！老巨跟我在里面当刺客。我要挂了。竟然快跑！只摸掉他们家原氏而已。破的。我干！哦，等一下，哦。那在我的脸上。上面有原氏哦。那就不要下来！哇吼！黑兵被原氏挡住啦！哎，为什么又挡住我啊？哎 ，CPU 又炸了。大力关封门呢？后面哦，后面哦。他们封门哦，你们这里加油。封门没关系，我们走另一边。那有只有一个门吗？我就只有一个门嘞，就在大方向上只有一个。哎，前面没人了，我回来了。你尽力了。是个医生。臣服于我的意志。嗯，烂啊！我说我。跳跳跳跳！哦，你挂。那再也没有用了。最近这游戏那么是人回来玩，五十五点。对啊，是这样，人都跑回来玩了。这游戏怎么那么难玩？哇塞，好的剧中里面。现在是大家都有朋友了吗？嗯。都搞六排了，大家都有朋友了。以前都没朋友，现在有朋友了。对啊，以前排就到五分钟以上哎、欸，现在都秒排，好恐怖、喔。也没有秒排啊。好啦，开麦快了，拜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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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嗯，讲，你会喜欢陌生人加你好友，那是你的事情。我们每个人都有喜欢每个人的那个嘛方法啊，你莫名其妙，怎么讲？嗯，会跟粉丝玩那可以，但是就是说你们口德好一点，怎么讲？哦，好难跟你们解释，你长大就知道了啦，你现在还小。过去一下，麦快，等到你们长大老了就知道了。现在你们还小，不懂得什么该讲，什么不该讲，什么是白目行为，什么不是白目行为，嘿。
啊，你说捕蚊灯对不对？那个有分。我可以开音量吗？讲这个应该没问题吧？好，好，好，不然资源很奇怪。我要再开。上，我跟你讲哦，那个巧克力哦，巧克力的秘辛惊叹号，秘辛哦，惊叹号，巧克力啥？你不知道的巧克力，你所不知道的那一面巧克力，你所不知道巧克力的十件事情，震惊。我可以立刻爆料，巧克力今天开巧克力，从侧边开不从，哦、超爽的，哦、超气，超级混乱邪恶，那这开的啦，好、哦，哎呀，没关系啊，反正、哦欸，可是我觉得至少他撕的算工整，我勉强可以接受。没有把它撕的，就是那个锯齿，所以我就要把它弄成那个皱皱的那个波纹边，我都不是啊，巧克力不是拿得出来吃就好了吗？没差。其实我就忘了旁边有，我就直接拿剪刀一戳，啪，好爽。不行。然后突然间就觉得这个画面好像还蛮八级的。哦，继续捕蚊灯。我之前有买一个捕蚊灯，那时候看网络上不是都一打开盒子，满满的蚊子在里面，对不对？嗯那个是灯的问题。灯也有差、哦，有些捕蚊灯那个灯就只是，对啊，因为虫类会对一个紫外线那个啊感到那个吸引力啊，吸引力啊，有些只是骗你放普通的灯而已。啊，那你有可能是买到骗你，对啊，欢迎进来。哦、oh! ，哦、oh, 啊，他没有进房间，有了进房间了。太多版本，我找不到一点意思。没有没有，我们之前是用最新版的，所以我们要自己再开一个，懂吗？对对哦， oh. 对，不是现在已经演义务了。有，我有下载一些义务。这个居然更新了吗？更新这个、哦，再可以出去啊、哦？这是刚刚换的吧？这是刚刚换的啦。哦，刚换的。哦有一个人在做苦工。是刚刚换的。怎么一堆通知啊？关掉。OBS， 哎、欸，我根本开了，我已经开了。你有没有换金钥？有没有换到你该换的地方啊？我今天到 YouTube，、oh, 我换了。YouTube 换好的，今天哈基到 YouTube， 好，不要问哦。嗯，买吗？不要再问哦，不要问哦。反弹是有点爆。哦，对不起，我调一下。你说胖还是爆？爆好啦，我很胖啦！我、哦、真的是很爆，很爆，很爆，很爆！哦，很爆啊，很爆啊！好了、欸，现在呢？现在呢？爆气也团团，可以，可以。好好好，我刚调了一下，我刚调了一下。喂喂喂，喂喂，声音帅不帅？不帅、嗯，甜不甜？没有，这个时候保持沉默就好。哎呀，繁星最近嘴巴很坏哦，真的。我很甜。超恶毒，嘴巴很甜，哪有恶毒？我上次讲你苗条，你笑得多开心啊！反正你嘴巴很甜，我都知道啊。我、嗯、还吃巧克力牛奶、欸，哇，太甜了！哎呦，见他见他巧克力，哦，好甜啊！发甜啦！发甜啦！我没有芝奇酱呢，你去哪了？你啊？没有，你有这个道？哎，这个道，再一次，干嘛？干嘛？你刚刚去哪了？你刚刚怎么不在？看不见了，哎呦，没看到，再一次，啊、没事没事，马上再一次，八点了，哈哈哈哈有吧，带到画面了吧？有带到，带到了，带到了，有了吧，有了吧，哈哈哈带到有带到，这么开心，嗯，我们今天九个轮，九个轮，要不要？好啊，没，你声音不见了。喂，我说今天就都观众场啦。好，第一场尝试要不要缓速一下？我们好像没有缓速过。缓吗？当乌龟，我们都当乌龟。听起来好痛苦哦。耶，那要不要调一下？就是都会缓。你说你至少都至少可以用跳的走啊。好好好好。好，听起来就不想走。我要先选大不了不笑不走路，跳着走。啊，所以你那博恩怎么了？然后去让他们进来啊，没有，就是在讨论说有没有效而已。对，嗯，然后我的那个灯其实好像
看了一下，应该是他开了之后会驱散他们，不要在这一间房间里面。跑去哈基，跑去哈基，没有错啦。房间去了，这人真是哦。我的是驱蚊灯呢。我是驱蚊灯，对，我的是驱蚊灯。啊，我觉得很有效呢。很有效啊，对啊，你去了之后，我们房间就很多蚊子啊，超有效、啊，真的。还是你的体味问题啊。你说我吗？没有啊，没有没有，我夏天，我夏天都反而没事，然后现在是冬天才比较多。哦，欸，我是超级会被蚊子咬爆的体质，欸，就是一群人出去，只有我会咬爆的那种。欸，好好哦，要同居一下。就是说太慢了吧？没事了，太慢了吧？太慢了，不要去了，视野距离太近了啦。今天我就挖矿了。真的，我真的下不走了。只有跑步的时候会缓速呢？只有跑步会缓速啊？跳跃的时候，那跳跃的时候可以只用走的，是不是？可以跳了。对啊。救命啊！这个视野距离。我还找积分板。这样子，跑步缓速啊？啊。啊！你们，啊，你要从那边找？试过什么？没有没有没有，你从减水吗？就什么肥皂水加什么？没有，肥皂加小苏打之类，忘记。对，没有啦，因为其实也没有到很多只啦。啊，刚讲我头上就一个。哎，好像没有很多嘛。叫他，我还在啦。我跟你讲，我超小声，超小声在你头上讲，不要无视我。小团，你在找我吗？我在这，我在这。团团，不要无视我。哎，他很调皮耶，他乱飞。超小声在你头上。欸，我在想蚊子飞到麦克风上面是不是声音也会很大，应该超大的。欸欸，那这样子我觉得看直播的人会觉得很难过，耳朵很痒，我耳朵会超痒的，耳朵痒痒的。我真的很讨厌蚊子的声音，我觉得超恶心。布丁，哦，我的体质是蚊子飞到我脸上他们就跑不掉了。夹住，你说你夹住了，我脸上的油会让他们粘住飞不走。天啊，我脸就很油啊。对啊，所以有次那次兔子就是蚊子飞到我脸上飞不走，兔子就一巴掌打过来啊，好痛哦！哦天哪！重点他是把蚊子挥掉而打到我，没有打死蚊子。哇塞，这是技术高超哎，很强。是不是跟我也差很久？哎，四八四想打很久。里面是要做梯子跑酷是不是？没有到完全梯子，我想说，嘿，给他们当令甲好了。令甲。这样，而且我还要考量到他们有缓速，哎，欸，对他们等下就只有缓速哈，哦，对，對所以距离不能太远，距离不能太遠，只能一点点而已吧，不能极限距离，不能四格。嗯，对哦，都有缓速，哦。刚讲只有你，现在还不能进来，只有你，现在还不能进来。QQ Only you Only you 啊啦啦啦啦啦啦啦不会唱 Only you 太慢你开始唱歌有啊有版本就是这样子唱的啊我知道啊所以我才说可能中间也隔太久了吧啊，不好意思，Only you， 笑死！他们都在等呢，欸。嗯，好乖哦，观众这么乖就好了。哦，原来说布丁是这个哦，是他，就松鼠啊。人家讲布丁他会很难，对啦，他是布丁，他是布丁啊，干嘛讲布丁难过哦？他是布丁，你说人家松鼠他是什么？你是什么？对对对，你真的是想讲人家松鼠啊？没有，我差点以为不对，布丁是错的，他其实是松鼠啊，坏的。人家是布丁啊，好啦，布丁啊，布丁，坏的。松鼠很可爱啊，松鼠很可爱。你说那个梗图吗？修蛋鸡嘞，修蛋鸡嘞，那个松鼠是两只手往前啊，然后修蛋鸡嘞，我有点忘记了。哎，欸，等一下真的跳不上去哎，欸，太滑了，啊。真上不去吗？可以啦，可是很难。头要退顶头，顶 头会顶头的关系，没办法那个。头会顶头的关系，再往下一个，再那再往下一个。那这个再往下一个啊，有下去了，这样应该就可以了，应该可以。
哎、欸、哦，对啊，这样讲超难呐、啊。好了，这前面难，最后就直接跳进去了啦。哎呦喂！因为有缓速的关系啦、哎，没有，因为有缓速的关系，跳不太起来的那种感觉。对对对对对对对。哇，这条路我还要做歪的。哇，有问题啊，我过不了。嗯。还是会顶头吗？我耶！干嘛？我听到啪啪声音。他打死蚊子了，他踩到蚊子了。气啦！哇，好厉害哦！天气，跟你讲，他这样对粉丝的。我刚刚这边感受到九二地震。他是直接对着墙壁扒，是不是？没有，他应该很大力跨出那一步。他好歹身上流着你的血啊！没有没有，他没有吸到我的血，他还没吸到就死了。嘿嘿。哦，好烦。没有看到我对想要你渴望你血液的人，再有办法跳。哎呀，拍谁啦？我对蚊子就比较凶一点啦。你刚拿电蚊拍哦？哦，对，我拿电蚊拍啊。哦，他超凶，对啊，去死啦！超好笑，就拍。蚊子表示 Q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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他可以去找哈记嘛，对不对？不要来找我。哪里？没机会了啦。这种天气怎么会有蚊子啊？会啊，你知道我觉得超奇怪的，就是我反应该到夏天比较多，对不对？但是我夏天完全没碰到，反而是冬天，超奇怪。还是因为这两天回温了，它赶快繁殖一下，它、啊、怕灭种。真的啦，这是真的啊。然后就碰到我把它弄死。对啊，就是很冷很冷，然后只要一回温的时候，那个就会全部先孵出来。可是我现在没生物机制，打很多，真的是生物机制呗。啊，不对啊，一定是因为我夏天都把幽灵蜘蛛弄死了。哇，对，它会帮你吃，然后你把它都弄死。对啊，我开始觉得我不应该把它弄死了。对，应该留一些的。你要吗？我带给你，我带去给你。那我一天记录看到三只幽灵蜘蛛，可是那个也不太会吃蚊子哎、欸，我知道。哦，真的吗？他反而不太吃蚊子啊。对。哦，反而是壁虎。哦。笨、嗯。我们壁虎很笨啊。可是。是没错啦。上的时候，那个壁虎都跑到那个电视里面，那电视坏掉。哈哈。有那种以前那种电视。对啊，箱型电视。然后我家是在那个玻璃上爬来爬去，结果我妈要把那个窗户关起来的时候被夹死。哇！我就看到他的头被夹在里面，身体在那边扭动，我说：“你干嘛？你干嘛？”哎、欸，我们不用知道怎么详细。好，救命啊！好可怕、哦！太笨了。笨壁虎，笨壁虎，笨。你知道壁虎怎么叫吗？怎么叫啊？笨！啊、哦，好像有印象哎、欸哦，真的、啊，他就是墙壁打嘎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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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嘎，就那嘎嘎嘎嘎嘎嘎。如果壁虎张开的话，张开嘴巴笑嘞，蛮恐怖的。可是我总觉得，突然夜深人静，然后朋友开始，我被吓死，被马上搬出去了。小孩子在笑有没有？以为是闹鬼了，结果只是壁虎在笑而已。很恐怖哎，吓都吓死了、欸。我突然想到，没有这种生物啊。如果是壁虎跟蟑螂，你们比较怕什么？蟑螂啊！壁虎又不是虫，又很可爱、欸。哎、欸，可是你知道吗？就是我之前有问过我妈，我妈说她怕壁虎、欸。哎、哦，我妈也怕壁虎、欸，她完全不怕蟑螂，她觉得壁虎很恶心。蟑螂、欸。他如果很强的，一只蟑螂，那是蛮恐怖的。他如果很老，变老蟑螂，大不恐怖。老蟑螂。如果是学壁虎叫的蟑螂嘞？哦哟！来啊，那我们准备哦，这一场缓速三，啊，结果是悠游之海，有没有？大家都在悠游啦！哦，好、欸，不想被缓速就跳下去啊！好，直接走。哎，你看这么慢的地，那么慢的移动，还要在那种桥走，感觉很可怕，很危险啊！刺激哦，那就来看一下几分。跑起来真的还好。噔噔，7000分，好，好，容易达成。哦，国王谢谢。九九九，还有国王谁？
哎呦，杰，一个是杰瑞，一个是 Jacky， 他太长了吧？双杰一样是双杰，对，好慢哦，哎呀，那种有一种连挖掘都变慢的感觉，视野变哇，视野是变近了啊，对，因为有变近有变近，所以你可以调视野，把它调。你们五个人挤一台电梯耶。电梯好挤哦！哇，好挤呀！救命啊！很快啊！挖到几层啊？啊，挖不出去啊！我挖不动了！哇，那个小帮手直接坐电梯下来，我们要四十层吗？好，四十层，四十层，看不到啦！都是路边旁边，都在干嘛？这里有铁，这里，这里，这里，搭电梯啊，搭电梯啊！好啊，搭电梯啊，来啊，走啊，搭电梯啊，走啊，来啊，怕你啊！小雨，小雨在上面，我在四十五层。好，我这下面有铁，黄金的，挖不往下。哎呦，我帮你们挖。有没有想要跟他一起勾勾带？快快快！有有有，这个石头这样子啊！我小雨好聪明啊！怎么这么快？国王这里这里挖，哪里上不够哎！他有他有，别上去，别上来，别上来，别上来！你的视野调八七，感觉刚刚好。哎八七八七，调四八七，就有一种原来的感觉。你干嘛，露米？你干嘛？你说我调九十，我调九十，试一下，试一下。我阶梯往上了，我多好啊！希望之洞被堵住了。对啊，自己的洞全部被堵住了。哎，对面已经救你自己掉下来了。对面有铁镐了。在哪里？在哪里？对面有铁镐了，完了，赶枪猫过来了。我在挖了。啊！哎呦！我挖了。我赶上。哎，是挖过头是不是啊？完了。我怎么感觉很穷啊？好深哦！布丁二十块了，找不到他们了。哎，你堵到了，我受不了了。我看到了哦，很痛苦啊！好了，我上去，我上去。哎呀，这哪里可以上啊？怎么每个地方都用叠上去的？太真是自顾自的来啊！小雨可以，可以，可以，他们全停住了。好，我再往上，我再往上。哎，小雨，这里有电梯。哪里有电梯？哎，隔壁隔壁，哇！你又摔下去了，有人坠楼掉下去了，救命！各种可怕的洞，我这移动好慢哦，那个太。